特制日式叉烧，用火焰慢慢烧煮，多汁美味。烧烤好后即可上盘，必点的日式豚叉烧拉面，汤底很鲜甜，叉烧入口香滑可口，溏心蛋恰到好吃，看了垂涎三尺想吃，配上各式辣椒酱真的一级棒，必吃这 Volcano 辣椒酱，辣味大众化，适合一家大小食用。泰式特大猪肉串烧，中式口味鸡翅，想不想吃？培根金针菇串烧，样样串烧都香味扑鼻，恨不得让人咬下一口，太诱人了啦！百香果和红毛榴莲饮料，特别加拉面和溏心蛋，原来烧烤串是这样烤的，难怪味道恰恰好吃，火候十足，一级棒。再茶上特制蜜汁，非常棒的口感哦。鸡排香酥可口，一定要品尝哦。这里环境舒适，老板健谈很多熟客。这日式餐厅在哪里呢？原来是三人行食堂，在柔佛新山 Promise。